怎么把转向灯改为黄色？现在转向灯被乱设置成了绿色，我们要把它改为黄色。我们先在小灯模式时点颜色，看看颜色是否正确的，点红绿蓝颜色能正确显示颜色就行。如果不行，请设置排序，方法请看其他视频教程。 APP 默认的黄色不是我们想要的，现在要自定义一下颜色，点第二排颜色块，长按删除，再点下，就进入自定义颜色界面，选择深黄色，看着当前的灯带变深黄色，再点确定就可以了。这里把小灯模式调成幻彩的，方便观看，你不调也行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开启转向灯。在转向灯模式时，进行设置。我们现在要连续点击五次，刚才自定义好的颜色块。这样转向灯就变成黄色的了。